感情，另外一种是神经性。你如果问我这样范围太广，我不会，啊，我会认为说什么东西对你是好，对，再来加强。用整套哎，对整套，然后再来加强加强。如果你跟我说他血压高，那我会建议执行嘛，是因为他至少当下，但是他心忙病忙，我会看出来为什么血管的弹性、体力供水加的，对，所以血管阳不可怜，所以他不会很感觉。但是如果心率不整，或者是觉得他是血压病，他心率不正常，那讲真的，我现在都不知道，会觉得是心率。那如果你是因为降血压？因为它的淋巴功能是在清洁，比较不急。那如果你要整个都好起来，你要知道，冤到了才会让你觉得是有理。如果你只是单向，你会觉得那个叫做床疮，给人家的床疮，因为我们讲给他没办，或者是哎不舒服，他说是血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对。Thank you.